以今天的降低工商团体碳交率、强化台湾出口竞争力的座谈会，那我们是不是先欢迎我们今天座谈会两位主持的立委啊、呃，吴新盈吴委员跟钟嘉宾，钟委员，还有另外罗明才罗委员在在赶的过程在路上哈。那先进行联访，那是不是请工商团体的啊、呃、就在一起上来接受联访？那主要是委员会讲话，然后我们做做个合影。 是不是请，呃，对，先一起合影对，呃，先请三三会朱秘书长，然后商总，啊，对不起啊，那工商协进会、工商联合会，还有企业中心，还有其他的业界代表一起一起上来好不好？两位还有两位业界代表一起上来没问题，哎、欸。 后是不是也也请两位业界的代表，业界代表一起上来，我们做个做个合影。对，好，先先麻烦看前面，靠近一点。那个秘书长可以靠我眼靠靠近一点，麻烦前面的在呃，先给摄影大哥一个空间。 李那个好了吗？那好的话，那就请我们吴委员先致辞哈，开场<好>白。呃，uh, 各位大家早安。嗯、um,，今天这个 CBA 的这个呃讨论哦是这样子的，我非常感谢这个中嘉宾委员也一起来。其实我们在立院呢是呃中委员是这个氢能的召集人，那。 之前邀请我做副召集人，那我想说，这个台湾的竞争力、台湾的未来，呃，与国际接轨哦、啊，跟那个啊、呃、能源政策是相当的重要的。那企业的竞争力也跟这个能源政策非常的呃重要，所以很高兴，就是说，嗯，有执政党这边，然后跟产业这边，因为毕毕竟我本身也是产业出来的，嗯，能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听听看，嗯。 这个未来这个十月一号欧盟 CBAM 接轨的时候呢，产业面面临的一些冲击哦。那我个人是主张，就是说，嗯，这个碳税、整并货物税跟印花税这样子的话，呃，碳费。 比碳费呢更能够接轨，快速接轨 C b a m 那是我个人的主张。那当然就是说，也听听看今天业界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也高兴说，请钟委员在这边跟大家啊、呃，也一起听听看，就是说你们有什么样的意见。那之后我们就请行政单位这边再跟呃委员办公室来想办法解决这个比较急迫的问题。谢谢大家。啊，请钟嘉宾、钟委。好，首先谢谢吴委员的邀请。 委员一向对于各项工商企业界关心的议题都不遗余力。那么在相关能源议题上呢，也会邀请我来参与。大家刚刚听到有关 C b a n 呃，现在最流行的业界一句话就是“碳焦虑”。事实上，在二零五零近零碳排的目關呃目标之下，全球为了因应应气候变迁，都开始采取积极的作为。这当中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科技的手段，一个是经济的手段。那在科技的手段，为了减轻减少碳排放。 那我们怎么样用科学的工具，甚至科技的技术，包括引进像氢之类的新能源啊，不管是在工业制造、还是运输、还是发电方面，尽量减少碳排，甚至是无碳排放。那在一方面呢，在经济的手段上呢，我们 c b 这边就是透过一个政府的法令、租税跟关税各项的一个贸易措施，那么要求呢，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生产。 都要能够符合减碳、跟低碳，甚至零碳的要求。那再根据二零二二年洛桑管理学院的一副呃一个永续指标的调查当中，前十名的国家，毫无疑问的，我们看到了，呃，除了英美、加纽这些呃西方国家之外呢，其实在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四小龙通通入列，台湾刚好是第十名。 表示呢，台湾的表现还算可以，但是也有努力的空间。毕竟啊、呃，新加坡、香港跟韩国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呢，这個、第十名当中，我们后面呢、啊、也有追兵，包括泰国十五名、越南二十名。在整个中国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之后呢，亚洲这些新兴国家开始取代，要成为未来整个世界上供应的主要供应地。 那在这个供应地过程当中，透过全球贸易，那么 C ban 这个议题呢，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制造业，只要纳入到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当中，就至关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听取我们业界的心声，跟行政机关来进行共商对策。那怎么样让台湾持续维持我们在呃世界经济贸易当中表现杰出的地位，也同时对于我们地球，我们二零五零近零碳排能够做出必要的贡献？以上。 谢谢，谢谢梁委员，是不是请上座？那我们座谈会就正式开始。那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等一下是有行政机关先，因为既然讲到碳焦虑，大家就知道说行政机关到底为业界做了哪些东西。那委员为了特别这个这件事情，特别在前天也去拜访三三会的理事长林柏峰林理事长，然后他也有些想法。那是不是先就直接请委员这边依照依序开始？ 好，很高兴今天大家，呃，这产业代表呢跟行政部门能共同讨论这个欧盟的这个 CBA 制度哦，那因应的这个辅导。那今年十月一号呢，CBA 上路，那台湾出口欧盟的商品大概会有三成受到冲击，那马上会面临这个碳排盘查的申报。那二零二六年之后被竟被克这个非常昂贵的这个碳关税，那产业感到。 极大的这个挑战哦，那我们办公室呢，其实从我呃十一月就任这以后呢，其实对这个业界的这个跟国际的竞争力呢感到关心。那今天希望能广邀民间政呃行政部门共同一起呃想一些解方哦。那现在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个产业代表先发言，每个人五分钟，四分钟的时候按铃一次。那 产业发言之后呢，会请部会回应，每人三分钟，两分之后铃响一声，谢谢大家。好，所以我们下一位可以开始三三会的这个呃朱平朱理事长朱秘书长，请呃，然后因为我们是有这个直播，所以麻烦你们每个人发言的时候可以用两边的这个 speaker podium，谢谢。 吴新颖委员，还有钟嘉宾委员，各位与会的贵宾，大家早安。首先要感谢这个吴委员举办这个座谈会，让我们这个工商团体有机会能够针对这个议题来表达意见。另外，呃，我们也要呃谢谢政府把这个征收碳费的时间呢延到二零二五年。这个工商界都表达非常的感谢，因为咳咳这样我们企业会有多一点的时间来做准备。 那针对这个碳费跟减碳这个议题呢，呃，我们三三会有几点意见想要呃提供参考。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建议这个碳权的交易制度呢，可以参考欧盟、韩国等国际做法。台湾初期要以免费的合配额度来引导企业参与，我们再来逐步调整这个额度。第二点就是说，应该提供台湾的企业投资。 境外减碳跟取得碳权以后，用于企业在国内抵换或者交易的空间，并且呢，提高国际认可的自愿性市场的碳权的抵换量，好或者是比例。那第三呢，我们希望呢，推动台湾的碳权交易所进行的碳权转移，能够被苛征碳边境关税的国家能够承认。好，第四点，我们是希望呃政府能够积极推动。 碳盘查以及查验人才的培育，来确保国外碳权的专案品质。好，第五点，针对碳费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哈、哦，这个因应气候变迁，这个净零碳排呢碳费跟碳税征收是国际的趋势，但是台湾到底应该要征收多少碳费呢？希望应该实质考虑台湾的现况跟我们减碳的目标。 而且碳费的费率呢，希望也也能够导入类似碳交易市场的免客免费配额的设计。哈，那另外我们认为减碳呢，它其实是全民的责任。好，不应该把责任集中在制造业会排碳大户。好，各个部门都应该提出相应的减碳规划。 未来这个碳交易市场及开征碳费呢，大家都有共同以共同的责任为基础，啊，而且要考虑到我们课征的税费要跟国际能够接轨。好、啊，第七点最重要的是，好、啊、这个因应尽尽领碳排，那我们政府应该重新检讨我们二零二五年的能源配比啊，我们应该要减少燃煤、天然气的发电，保留核能为。 积载电力哈，因为任何一个洁净的能源，我们政府都不应该要放弃哈。最后，我们要呼吁哦，希望就是针对减碳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我们的国营事业啊，台电中、中油啊、中船等国营事业呢，应该要带头进行减碳。以上是三商会的意见，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呃，秘书长，下一位，呃，这个工商协进会的，嗯、呃，秘书长吗？朱秘书长，好，没有没有，现在我这边写着是那个，呃，李朱朱新秘书长吗？是，好，好，好，谢谢朱新秘书长，多谢，开始因为有一个说好像不发言的，我搞不好不好意思，我们临时在调这个数字，谢谢，谢谢。 吴委员，呃，钟委员哈，那么各位企业先进以及我们政府这呃各界的长官哈，那大家好，那我们那个前面的三三会啊，那个叫朱平秘书长，我叫朱熹哈，我们两个是这个同父哎、呃、不不不不啊、呃、不是同父啊异父异母的兄妹啊。<laughs> <laughs> 那那个我想呃非常感感谢吴委员的这个费心啊哈，那因为这个题目哈呃的确是我们目前哈工商界非常重视的一个题目。 然后呢，大家呢都觉得这个东西啊，呃，会对大家很有呃影响很大，但是怎么样的做啊，那并不是非常清楚，尤其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这方面哈，那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呃不确定之处了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呃会议呢，我我想非常的及时。那我们这个工商协协进会呢？ 那因为我们的会员哈，大概占呃的，就是会员的这个生产总值啊，大概占我们呃整个 GTP GDP 的百分之六十六以上哈。那今天呢，我们为了充分反映我们会员的很多的看法，特别邀请了哈两位的代表哈，就是业者的代表。那么第一位呢，是我们这个从特特地远从台中赶来的丰兴钢铁公司哈劳工安全卫生处的这个赵环秋赵处长。 以及我们台泥公司哈、啊、低碳研发中心的邱资深协理哈、啊，那么由他们两位哈、啊、来就他们的这个业者啊，就他们这两个行业，那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焦虑，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能够呃，第一个，因为这个呃呃赵处长啊，我们风兴钢铁赵处长远从这个台中来，是不是我就先请他第一个先做一个发言，好不好？赵处长，你请。 然后那个您完了，然后再请我们台里的赵志生协理。好，谢谢。谢谢好，感谢委员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说明。那首先我先针对西本我们钢铁业所面临到的问题来说明。诶，以西本来说，它是要克征进口到欧盟的产品别的碳含量。那我们钢铁业算是。 风锌钢铁算是炼钢业的上，诶、欸，钢铁业的上游。我们是炼钢业者，那我们做完产品之后，我们会回卖给下游去做螺丝、螺帽或是滑轨等等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才会是成为进口到欧洲的产品。那以我们公司而言，我们上游的炼钢业者其实都算是旧的温盘、旧的温管法，或是现在的西欧变迁英法所管理的对象，所以我们都有在做产品的组织型碳盘查也好。 或是我们产品的单位碳足机也好，但是下游业者他们所面临到问题是，他们比较多属于中小型企业，所以他们并没有做产品的碳含量的盘查。那以欧盟在二零二三年今年的十月开始试行的规则，是可以让业者自己去登录他们的、欸，哎，由出口商去登录他所出口的产品的单位碳含量。那在二零二六年课征碳边境税之前呢，它其实是不需要经过查验证的。 在二零二六年之后，它的数据是必须要经过查验证的。那以台湾目前能够有多少量能去做这种协助业者去做看盘查的这件事情，还有接下来查验证能够让欧洲去接受的这个，我就可以希望政府能够大力的协助我们。尤其是现在环保署跟工业局也有在合作，想要针对我们各个业别去设置国家的公告系数。那这个国家公告系数，我想。 环保署、诶、欸，环境部跟工业局目前已经陆续的在推动中，但这个公告系数的完成的时间跟是否可以给欧盟所接受，这个我我们还是抱有疑问啊。因为欧盟目前其实好像还没有正式的回应这个。那刚刚所提到的查验证这个，如果政府单位有掌握了，也请尽快协助我们业者，看我们要如何去做。那这个我建议可以从下游出口商往上游去做到它下游的加工业者。 在网上做到我们上游的冶炼业者，这一连串串起来，能够比较完整的知道啊出口产品的样子。那再来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会负议三三会所提到的能源配比这件事情，是因为虽然目前 C 本它是不管钢铁业的范畴二的，只管范畴一的直接排放，但以台湾的碳费去克征这件事情呢，范畴二是会克征到台湾的碳费这件事情。 那以台湾目前的电力排放系数，目前也只有公告到二零三零年的目标是零点四二四，那未来到二零五零之后的电力系排放系数都没有公告目标。那对于现在我们业者正在努力去破坏我们自己二零五零净零路径这件事情而言，我们如果能够更明确的知道国家未来对于电力排碳系数的规划是什么，我们也能够更明确的知道啊，我们未来要如何去画出我们二零五零的净零路径。 那在最后一个是碳费以及碳边境税的问题。我们碳费呢，诚如刚刚珊珊会所提到的，它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有减碳的目标跟作为。所以我们就是想说，除了目前所克征的大户之外，未来是不是也会考虑普及到其他的产业，让大家一起去落实减碳的这个目标以及压力？那另外就是碳边境税的问题。台湾的气候法在三十一条其实也有提到碳边境税。 那这个碳边境税，如果我们政府是不是能够应应着欧盟或是美国未来的《亲近竞争法案》所特征之后，台湾是不是也会有相对应的边境保护的措施来保护我们自己国家内部的制造业？那以上一些粗浅的建议，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啊、呃，第三哦，台尼哦，谢谢台尼，请上讲台都可以。 呃，主席，各位长官，各位先进，大家早安啊！因为呃，对，我是台台湾水泥公司邱玉文。那针对西变的问题，其实呃，对水泥业来讲，它是比较不受影响，因为基本上我们水泥基本上它不外销到欧洲哦这一部分，包括连出口啊这边也相对的少。那我台以台泥的做法是这样，因为我们对针对减碳这个议题，我们是极早就已经开始去应用。 然后我们也了解这个企业可能对这个减碳这方面有一些焦虑哦，所以台泥在去年其实我们也成立一个成立一个能源超商哦，就是台泥集团本身发出来的利电、哦、我们知道很多可能因为大家要出口到到欧盟的，怕被征收这个碳碳费的问碳税的问题哦，所以我们也呃成立一个能源超商，让一些中小企业它可以去买到。 哦，他需要的一些绿电，而不是说把这些呃很多的大企业把台湾的绿电都买走了。那相关的减碳的议题，我想呃，在台你的 ESG 的官网哦，大家可以去参考，就是台你在这一方面做的努力有几个其大的一个手法哦，包括从从呃我们得到的呃碳盘查跟这个减碳标签，我们是怎么做的，然后内部我们呃本身也有。 内部的一个碳交易的一个内部碳交易的一个平平台，跟这一个减碳的平台哦，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参考，谢谢。谢谢台尼的发言。所以我们现在第三个是碳交易所吗？哟，夜店先上，哎<诶>，上夜总会。不好意思，第哦，第三个是这个。 呃，商业呃，工商联合会，好，工商联合会有没有一个人要来发言的？好，请，邓伟赛，邓伟赛，<laughs> 好啊、呃，谢谢吴委员哈、哦，还有各位先进，大家早安啊，哦、早，啊、哦，我是台湾工商联的、呃 那个分务啊，白文亮啊、哦，那也是中国石油公司副董事长啊、哦，白文亮。那在在这边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有关于氢能源。其实氢能源它是啊一个非常干净的能源啊、哦。那目前政府在推动这个绿色的能源啊、哦。那么假如政府能够啊，加大力力道啊，在 对于这个清能源的推动、哦、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业界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啊，因为呃，政府在二零五零年要达到这个碳中和，所以我们业界一定要买很多绿色的能源，但是以太阳能啊，我想应该是不够，所以清能源它是能够啊呃,呃让业界能够去购买的一种干净的能源、哦 啊、呃，尤其是像在德国，它已经有氢能源的火车，啊、哦，氢能源的火车已经在上路了，哦，非常的成功，哦，那当然，日本氢能源它也是呃进度也是非常的快，所以从德国、日本啊、呃、这两个先进国家的氢能源的政策，啊、哦，是值得啊、呃、我们政府的参考，我们可以去学习看怎么样。 德国为什么它可以做到啊？轻人员的车啊，顺利的上楼，好啊，这一点啊，给呃政府参考一下。谢谢，感谢各位啊，谢谢。谢谢，嗯、um,，那这个商业总会有代表要来发言吗？谢谢。哎、呃，委员，各位业界的代表哈。 我是商业总会的代表，我叫罗木彩。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全国联合会里面的话是有一百五十五个那个联合会的会员啊，赞助会员有一席，所以说的话，我们间接会员来讲的话，也是上万就对了。现在蛮多的这些业界的话，他们都有提出来，希望真的减碳的部分的话，怎么样做一些盘查。 哦，什么样的在做？所以说，我现在的话，我是请我们的业界的代表之一，哈、哦，我们林副总的话来跟我详啊，来详细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需求，哈、哦，谢谢。呃，委员好，那以及各位先进大家好，那我今天的话，可能就是代表在这个呃，以商业总会这边的话来进行这个部分的一个说明。那事实上。 我们厂商对于这个探权的一个焦虑啊，来自于各大媒体。我们常常看这个媒体里面，可能就讲：哎，今天探权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了？什么时候开始要关税了？那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哎，我们也会开始来注意到说，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真的。然后呢，接着我们又开始看到坊间有很多的这个教育训练来在办理：哎，这个东西到底它要怎么样做才能减碳？一下子告诉我碳足迹。 那是从生到死，一下子告诉我探盘查、啊、是从这个呃，我整个工厂里面到底要多少？那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其实不是属于上榜的这种大公司，我们只是中小企业。那甚至于说，我知道在我们那个整个商会里面还有很多的是属于这种中小企业，甚至于说服务业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教育训练的有非常多的一个课程在办理，但是每个讲的都是讲该耐。 对我们来讲的话，好像没有一套非常具体的一个措施。那他告诉我们的各行各业的一个状况都不一样啊。那些课程对我来讲是不是适用？那我这个厂商会不会因为我的认知不一样，造成我的错误投资？这些事实上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我们也很怕，我们在走的下一步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的认知错误，结果做的东西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探权这个部分，到时候我失去我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要求，也请商会这个部分。同时，我在这个部分，我也代表，呃，整个这个商会、商业总会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能够来呼吁，看是不是政府这边能够来补助一下我们这个部分的一个商业总会，来帮我们办理一些相关的一个教育课程。然后呢，同时，这是以国家政策面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同时，希望能够来办理相对的一个试点。 我们很希望成为我们示范公司啊，然后对我们来进行辅导，哎、欸，我们也希望成为这个成功的一个案例来建立我们的一个信心。那另外的话，哎、欸，是不是有这些一些奖励活动啊、标彰啊，至少也可以增加我们这个部分的一个呃信心啊，这个企业形象这个部分我们非常乐意，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个部分的一个途径。那另外的话，如果我这样做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今天我们在讲碳权，我们在讲说啊碳交易这些东西的时候，对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来讲，我今天可能省了什么东西，省了什么东西，但好像不,不大跟我的事，因为整个碳权的交易都是大，都是大企业在做的，对我这些小企业来讲，中小企业我有什么用呢？好像没有。那我们能不能类似有像买零股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有一个这个小型碳权的一个交易会？那我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可以用类似零股这样的概念，我可以来交换到一些我们的一个东西，也我相信也可以增加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代表我们一个厂商的一个决心。那我的一个报告大概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非常感谢。嗯、um,，好，那我们现在就从行政单位这边发言，第一个是那个环境部，好吗？谢谢。 委员，还有在座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气候署嗯、呃、排放管理组郭梦云。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说，呃，我们环境部呢怎么做，呃，让大家来把自己的排放量啊盘、呃、查好。那我们呃在原来的气候法呃的管制里面呢，是公告一些比较排放比较大的对象呢，要进行全场场的盘查嘛，哈。 那么这些全厂厂的盘查里面，包括我们直接使用燃料啊，或者是我们用电啊，啊、呃，或者是我们制成会排放的，当然都会纳入这个范围。那大家不知道怎么算哈？那我们是有一个指引，那的确指引就是有一些简单的范例。那么今年开始哦，我们呃因应用这个 C band 的管制哦。 也去辅导呢，呃，主要的这个钢铁制品的产业，希望可以建立呢他们这个产品的碳含量资讯。 那我们辅导的是比较中上游的产业。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卖去的产品里面，它要申报碳含量。那即便是我们下游的产品，它呢，连原料的这个呃制造的过程的碳含量也要纳入计算。那我们呢，呃，就是辅导呃这个上游的，当他的客户啊，比如说我们的螺丝厂跟盘元的公司要它的碳含量的时候，那我们辅导这个呃做盘元的公司，可以把它。 的资讯提给提供给他的客户哦，我们现在开始在辅导这样的事情啊，哈、哦。那这个呃 EU 呢，它特别提到哦，他们这个计算的方法跟 ISO 一四零六四跟一四零六七都有所不同哦，所以呢，我们这些行政单位就是去呃把他们怎么算啊、呃、理解清楚，然后呢去呃一个厂把它辅导出来，那建立样态，让别的厂也可以参考啊，哈、哦。 那至于如果二零二六年开始正式实施之后呢？呃，哪一些可以来抵？它的规定是这样说：我们就是一呃，申报我们卖去的产品的碳含量，然后还有卖去的数量啊、呃，这些会由当地的进口商来申报。 那当地的进口商呢，就要依照这些呃数量呢，跟当地的免费配额之间的差异，去购买 C 边凭证来缴交。那也说到呢，我们生产国如果已经有碳定价呢，就可以来呃申请这个减免。 他也明确的写到，这个碳定价的形式包括排放交易、碳税、碳费等等。那他也写到，呃，他也就是说，这个 credit 是不能抵的。那我们也依循这样子的做法啊、呃，在推动我们的碳定价呃这个政策。那以上跟大家报告。下一位是经济部，谢谢。 委员，然后各业界代表、各部会先进，呃，大家早安哈。那首先，呃，我是经济部研发会，呃，副执秘许嘉玲。那我先代表经济部，在这边先做一个整体的说明。那等一下，如果还有需要，我们在我们的呃工业局还有贸易局的代表也在场，可能可以再做一个更细致的来说明哦、喔。那首先就是关于西边这个部分，那刚刚我们环境部的呃长官大概已经有先。 针对它的规定大，大大致有一个说明哦。那首先要先说明哦，其实。 呃，C b e n 在今年五月正式规章通过之后，那六月他也公布了过渡呃这个过渡期间的执行规章。那其实有经济部一直都有在 follow 这些规定。那其实我们也在他那个执行规章公布之后呢，我们其实跟业界也都有一些沟通。大家对于这个过渡期的执行规章也都有蛮多一些疑问的。那其实我们经济部呢，也在他的公众咨询的期间，其实我们也上了欧盟的网站，我们也有帮业界有发声，也提出我们的意见。那我们。 也很高兴有看到欧盟呃八月十七号公布正式公布的执行规章里面，也有把我们所提出的意见，有部分大概都已经放进去了。比如说，我们业界很关心的，希望未来申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 呃，模板可以让大家 follow 去填报。那这个部分欧盟也已经采纳了，它有一个计算的模板。那它现在也会在九月十五到十月五号，会针对它六个纳管的产业，也会有办一系列的那个学习课程。那在这边要先跟各位呃业界代表这边有先做一个说明哈。其实经济部这边我们也会等到欧盟在办过这这几场六场的线上说明会之后，因为其实它的规章虽然已经公布，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跟他理清，到底呃，它真正的内涵是什么？那他办完这些呃线上课程之后，其实经济部也会办一个这个 C band 的试点工作坊，那到时候会邀请业界来参加。那我们就是会呃一步一步真实的呃辅导业我们的业者用我们的自产的数据，真正的来填一次看看。 那这个部分呢？呃，我们的工业局跟我们经济部相关单位，还有我们环保署，我们一起会来合办这个试田工作坊。那到时候也会邀请，那希望各位业者也都可以来参与。那我们在上，我们在那个呃欧盟在办线上讲习的时候，我们也会上去听，然后把大家的疑问一次理清清楚，然后来跟业界做说明。那我们工业局其实目前也都持续在针对。 呃，这些受受纳管的产业也都有一些辅导。那目前已经办理了蛮多场次。那我们贸易局的网站上其实也有把这些资讯都放在他们的绿色贸易资讯网。那其实业者如果有需要，都可以上去来填报。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其实经济部跟我们业界的关系还蛮 close 的，随时都可以跟我们反映，我们可以来做进一步的呃厘清跟帮忙。哈，以上，谢谢。好，谢谢。嗯，许。 呃，执行秘书，我们想请这个经济部的工业局也发言，好吗？谢谢。啊，委员好，还有呃，企业先进，还有大家好哈。啊，其实工业局一直一向都是呃。 在协助产业发展然、啊、后站在这样的立场哈、啊，所以我刚才我们部里的长官也有讲谈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哈、啊、在掌握这些资讯啊，第一步哈、啊、就无论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西本啊碳关税这一块，或者是碳费，或将来那个呃、啊、那个朱秘书长谈的将来可能是总量管制、碳交易这些啊这议题啊，都在我们经济部的那个我们部部部部次长的会议里面。 都有啊，从、呃、去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很一段时间，都持续在讨论当中。第一个，所以我们、欸、有透过驻外单位哈、喔，去掌握这些西边的最新进度。然、喔、后，这个这是我跟第一第一个跟首先要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持续有在掌握这个最新的动态。包括我们刚才研发会徐副执密谈到，就是这个九月份哈、喔，一一直到呃十月初哈、喔，我呃这个欧盟他有针对这个六项产品哦、喔，在办这个研讨会。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派一些种子人员去上课。那上课以后，我们自己啊、呃，种子员了解他所有申报的一些义务规定了以后，我们会把他这些资料哈、哦，我们把它铺在我们的网站上。然后我们也会开这个啊专啊针对针对性的说明会，来针对所有受这个西贝影响的业者来做做进一步的说明，让他了解所有的规定。那当然。 除了这个掌握资讯，还有把这个资讯转达给叶子。我们也透过一系列的工作坊或说明会，让叶子了解这个减碳的一些最新趋势，还有这个盘碳盘查的做法怎么去盘查，那去让他了解我要怎么样掌握自己的碳盘查以啊排要自己的排放量以后到这个西边要怎么去申报，这个都我们持续在做。 那我们也最啊、呃，也提供了这个特争取那个呃特别预算，根据以后特别条例争取特别预算去辅导我们的产业。那这辅导也有很多做法，包括我们做人才培训。 辅导跟补助啊、哦，就有三三阶段的做法。在我们工业局，我们就是看业者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可以啊、呃、指派我们的辅导团队，包括我们今天出席我们的金属中心，他都可以去帮忙这些业者来做协助这些啊、呃，他需要去啊了解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啊建立的这些所谓碳盘查的人才，哦，这个我们都可以来帮忙了。那最后我是一句话来啊跟各位报告，我们工业局有单一服务窗口，我们啊、呃、经济部啊、呃、工业局一楼。 产业竞争力发展中心，好、哦，免付费电话零八零零零零零二五七，只要各位有问题可以打过打电话过来，我们随时就会提供我们的服务。那以上简单报告，谢谢，麻烦请这个经济部的贸易局发言好吗？谢谢。 OK，呃，委员还有呃各位业界先进，大家好，我是贸易局呃贸易发展组郑一云哦，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我们研发会的、呃、徐执行秘书呃，他有说到呃贸易局有建制这个绿色贸易呃资讯网哦，那这边再跟大家呃宣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绿呃绿色贸易资讯网里面有建制这个碳顾问，如果说各位业界呢呃有对于减碳的一个疑问的话，就可以线上去呃做咨询，那我们会由专家。 呃，一对一的来做回复哦。那另外，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呃，我们也有设置这个呃企业的减碳出口能力的评估系统。那里面呢有三十八道呃问卷哦。大家呃中小企业只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试算呢，它就可以呃出具一个报告，然后让呃我们的中小企业知道说他自己的一个减碳的能力在哪里。那未来他可以做怎么样的减碳这个工作？那如果说还有需要的话，呃，我们会有呃辅导。 呃，辅导的专家再来针对厂商一对一的提供一个咨询，那这个是有关这个线上的一个服务的部分。那另外在呃实体部分，呃我们呃因为欧盟的一个西本一个机制已经在呃执行中哦，说呃在入呃即将要执行，所以呢我们有结合呃外贸协会还有我们的公研院呃来做一些。 呃，知识的一个传播，比如说我们会办说明会，或者是那个呃座谈会，或者是这个论坛哦，会邀请这个像我们今年就有邀请呃熟悉西贝呃呃制度的这个欧盟呃法律师事,事务所的律师来跟我们业者讲述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然后另外也有邀请一些呃国际品牌上像微软呐、啊、呃微软这一些的一个呃品牌商来跟我们讲他们对供应链的一个呃需求。 那呃，还有我们还有办这个实体的这个小班制的工作法，那就是教呃中小企业如何来计算他们出口产品的一个呃碳排排排放量哦。那呃，由于有这个特别预算的一个措施哦，我们今年也特别推出这个呃出口产品减碳包装设计的一个课程。那今年呃，名额有七十五七十五家，那现在是额满了，但是过去呃未来我们会持续的一个呃。 办理，所以呃，明年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呃这一部分。那以上说明。好，谢谢经济部。嗯，碳交易所好吗？有没有人要碳交易？这边来代表发言是可以吗？谢谢。是委员好，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那台湾碳权交易所这边呢，主要就是。 依据我们的这个呃气候变迁阴影法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那么在今年呢，那刚刚成立。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国际的趋势呢，其实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哈、啊、香港、新加坡啊，甚至东南亚的国家，其实都陆陆续续有在成立这个探险的这个呃相关的这个交易所其中新加坡甚至超过一个以上的交易所，可能有三个交易所啦。所以。 呃，这方面呢，我们目前呢是呃持续的在关注国际的这个趋势。那么呢，我们日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交易的板块呢，也会依照我们的主管机关环境部的这个规范，还有气候变迁因应,应法的授权呢来做。那么主要呢。 会有呃几个项目，包含以后这个呃厂商的这些资源减量的一个专案计划所取得的探权呐、啊，还有未来呢我们呢呃引进的这些呃国外的呃一些专案的探权呐、啊。那最后呢，我们因为要呃接轨国际嘛哈，所以我们会积极的参与一些国际的组织。 还有呢，尽量的呢，与国际的这些呃探权的这些验证机构、才验证机构呢来合作，然后呢来推动一些呃业务。另另外呢，可以提供这个国内厂商呢能够取得这个国外探权的一个平台。好，那最后我们目前的业务呢，当然是希望有没有看看到刚刚各位先进的一些碳焦虑啦。那所以我们会有引进一些。 这个所谓碳盘查，哦，包含这个碳盘查、碳足迹，甚至一些碳综合的一些国际标准的课程进来，让呃各位这个厂商呢，能够有专门的人能够学习这些国际的标准，以后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呢，可以啊、呃、帮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这些呃营运所需要的义务。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嗯、um,，请工研院。 代表发言好吗？谢谢。哎、要爱哪有红灯、哎 okay, 才照谢谢好？好，那我员好，哎，各位与会的先进，那、这个、这个大家早哈、哦，我是公园绿能所那个环境技术总监蔡安九，我来做这样的一个报告。哎、下一个。 那我简单的说明一下了哈。那因为资料的部分已经提供在网络上，那工务院在经济部跟环境部的支持下，事实上我们是很努力哈。透过不同的工协会的产业联盟，还有品牌领导厂商，还有整个中小企业，只要有需求，我们就会协助来做这样的的投入。那我们是一个研发单位，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右半边哈，我们从。 节能，好，节能是最直接的，哈，马上对减单有效果。还有其他，刚刚很多那个与会的代表提到了氢能、那个碳捕捉或是资源的循环再利用，我们都有投入。那我们工研院在院长的带领下，我们自己也发花了一些我们自己的钱，开始盘我们自己的院区。那我们开始着手我们在二零五零怎么去做净零。 好，那为了这件事情呢，我们下一页，我们事实上我们成立的一个一站式的这个碳管理平台。那我们这个平台的话是结合了我们的院的各个单位，包括我们从这个低碳材料的寻找，包括从自然哈、哦，我们的农牧业，还有我们的开始做一些网络的链接哈、哦，这个一站式的云端服务，包括数位查证，我们希望给业者一个服务最简便，而且能够找到不同的技术。那为了解决那个我们。 资讯传播的问题，我们成立了这个晋宁永续学校。那这个学校的话，是集合我们各业各方业者，从这个品牌厂商到各中小企业，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包括微型企业，我们都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做教导，然后来找到比较这个被认可的专家来做讲授这样的一个课程。那 刚刚有提到说很多国营事业要带头吼，那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跟中钢、台电还有这个中油，我们成立了这个钢化联盟，我们开始做大型的示范计划，从碳捕获变成我们新的能源去做思考，怎么往下可以做这个成功哈，那变成一个厂化而而而且能够做大量化。那针对下一页，我们针对我们未来在。 中小企业遇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执行经济部说中小企业处这个这样的一个计划过程中，我们从观念的推广，然后呢诊断。 到深度的辅导，我们都也是持续的在协助我们的业者，所以需求及服务，所以各位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我们愿意来帮业者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刚好配合我们刚刚贸易局所提到的，哈，因为国内是出口导向的这个厂商，那很多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 及时的服务，而且我们会教导厂商怎么去因应用，然后也找到他最好的低碳路径，怎么去行硕包装，然后怎么去做绿色的这个产品的行销。那以上做简要的报告。好，谢谢。那呃，下一位就是请工研院。工研院啊，不对，不对，不好意第五个是呃，金属中心不是不是是这个呃中金院绿金中心。 不好意思，谢谢，请请倒下。没谢,谢谢各位，我是呃中金院绿金中心陈忠顺。那我想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碳焦虑的问题。下一页。其实为什么厂商会有碳焦虑？我想无非就是这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区域，一个是产业链，还有一个是政府政策。 那老实讲，政府的这个大用户的用电政策，相信对各位应该是蛮有压力的。来，请下一页。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C band 的要求，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台湾从来不是它主要要求的对象。对，以整个欧洲的市场来看，你可以发现我们是属于灰色的那里面的里面，所以我们占比其实是很低的。好，请下一页。 那这一页是大家在谈，常在谈的阿伊娃三 d 在台湾。其实你可以注意到、I，阿伊娃三 d 在台湾很有趣的地方是，即使这台机电，它讲的是二零五零，它才要达到百分之百的绿电。那我们现在到底在忙的是什么？对，那我们会说绿电买不到。其实你看，按照政府的规划，我们绿电是应该是买得到的。我们绿电远远大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像阿伊娃三 d 的需求。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有需求、有供给却买不到？下一页。好，其实很简单，有供给、有需求买不到，原因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你的交易成本太高。下一页。那为什么交易成本太高？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交易市场，无论是绿电还是我们的碳权，好，这些都没有办法跟国际接轨，这、就是我们目前碰到最大的问题。虽然政府一直说它要成立，像各位可以看到 TREK 跟现在的碳交易的的平台。 可是它最重要是，它在里面的流动性、价格发现，还有市场透明度，我们都看不到。也就是说，你在在想要你想要在 TREX 上去买绿电，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过，可能还是你要自己私下去找，呃，要透过私下去做才买得到。好，那在经济学上，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设计的市场设计的原则，就是风险应该要有最有能力的人承担。我们想想看，台湾在绿电谁最有能力承担这个风险？ 但是没有发现，其实它不能够进入这个市场。台湾的绿电其实最有办法处理的人是台电，但是它不能进入这个市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将稀有资源最大化的利用是什么？就是各位有需要有厂商，他需要有绿电，可是你应该把它，因为台湾的绿电其实很少，你应该集中在这些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是把它撒在整个像是台电的这个电力面铺、电力铺里面。 那你会让厂商当然买得到。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需要建立对前一页，我们需要前一页，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可交易的市场，啊，减少市场干预，发挥这个价格机制。然后最后一页跟各位分享下一下，对雷根提过的，其实问题在政府，对，好，所以希望政府在制度上能够做一些比较大的改革，然后协助厂商。我想这应该才是我们呃最重要的部分。谢谢。 嗯，um, 好，那呃，请第六位，第六位是这个对外贸易协会，请发言，谢谢。好，委员，呃，各位，呃，各位代表哈、哦，大家好，我是外贸协会副秘书长李慧玲。那外贸协会的宗旨呢，就是协助我们中小企业拓展对外贸易。那我们在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的指导之下呢。 我们从二零二一年呢就开始对西贝还有各项的各国的政府法规相关的新闻资料开始收集，利用 Green Trade Up 的 TW 这个网站，就是绿色贸易资讯网，然后来呃让我们的厂商能够及时的掌握最新的进度跟信息。那从二零二一年底开始呢，我们就办理大型的这个企业鉴检活动。 那这个活动很重要的是，我们邀请由第三方认证，包括 B S I S G S 所辅导的这个已经呃完全进入这个减碳的这个路径的企业来做成功案例的分享，而且现场呢有十几个单位呢来做一对一的一个咨询。那从我们二零二一年的十二月办理的第一场活动，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基本上参与的企业呢对于这个建 减碳的认知呢，大概只有四成。可是到了今年的八月份，我们到高雄来办理这个针对这个钢铁业还有这个扣件业来所办理的这个呃企业碳减排以及这个研讨会呢，已经有高达九成的企业对于减碳有很高的认知。那么，冒险除了呃提供。 这样的资讯以及这个大型的企业单件件来让我们的贸易商、我们的产业制造商了解，呃，整个不只是国外的规范，包括我们政府的呃近零碳排路径图之外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协助这些呃绿色贸易产品的的对外的来拓销。所以呢，每年呢，我们所办理的国外活动，每一场都会对呃这个参与的企业来做。 非常重要的说明之外呢，我们也带着他们到国外去拓销。那以今年为例呢，在六月份的德国太阳光电展，我们有十一家厂商参与，包括茂迪呢，就总共有一千五百家的买主来洽行。然后我们刚刚呃，在泰国能源州呢，包括还有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新南向的形象展呢，我们也有成立这个近邻碳排专区。 那举一个例子呢，在马来西亚呢，就有三百家的买主。那我们有一家企业呢，它生产的是百分之百的隔离这个紫外线，包括樟宜机场、包括桃园机场都来使用它的产品。那在马来西亚呢，也获得一家呃前三大的超市已经下单来跟他洽询购买。那以上冒险呢，就是会持续的协助。 啊、呃，我们的厂商，不管是贸易商或制造商，更重要的这些资讯的收集以及了解进展之外呢，我们也会去协助这些厂商对外来拓展。谢谢。啊、呃，谢谢。呃，请下一位，嗯、呃，金属中心，各位发言，谢谢。 我、呃、这边是呃吴委员，还有各位在座的先进呃大家呃早上好，我是那个金属中心呃执行长赖永祥哈、哦，我想呃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金属中心有关于呃这一个碳盘查的相关的一些能量的这一个部分哈。哦 像呃呃金属中心在去年度已经取得 TUF 的这种碳盘查的这个验证的一个资格哈、哦，那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范畴会针对的是呃，金属的制造业啦哈、哦，电力设备、电子零组件还有机械。 呃，设备制造等等的这个部分哈、哦，那我们大概呃针对这个一四零六四的部分，我们在内部我们也大概有训练了一百多位的同仁，具有这样子的一个探辅呃，就是说探盘查的这个辅导的一些的资格哈。哦 那持续的，我们也取得呃，这个现呃，就环境部和现在呃过去的这个环保署的这个查验机构，跟经管会的这个确信的机机构的这个部分哈，这个我们都持续在努力哈。那呃，这今年度的部分，我们针对这个业界的部分哈，我们有呃大概呃呃跟经济部争取了大概五百多个案子哈。那我们希望能够。 跟对呃国内的这一些呃比较中小企业的部分哈，来进行这一些所谓的呃碳盘查的辅导哈。那我们大概呃目前已经也大概完成了三百多个案子哈。那除了这一块以外， 呃，其实刚刚业界里面也提到了这种呃中小企业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我们也争取了十几个案子，针对所谓的以大带小的这个概念哈，哦、呃，由比较大的这个企业哈来带动这些小的企业哈，那我们大概也争取了十几个案子，大概有一百多家的这个呃比较属于中小。 企业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不呃的进行哈，那呃刚刚在呃前面会议里面，业界先进也提到氢能源的这一块哈，我想也做了一个些初步的回应哈。那呃金属中心针对这种氢能源的这个部分，我们发展的大概就是两项的一个技术哈，针对的是，我想氢能源最重要的是一种是呃运输跟安全的这一些的考量哈。那所以我们针对这种高压的这种氢气的这个除。 运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哈，那这个部分我们有在做的这些的发展，然后呢，这个氢能源呃来到国内了之后呢，有关于它呃应用的部分，尤其是在这种混氢的这个燃烧的这个部分的技术哈，我想呃金属中心也持续在这一个领域来做进行哈。以上做简单的报告，谢谢。 呃，对不起啊，我<对>我,我们这边是无委员办公室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金属中心跟冒险这边哈，因为你们今年都拿了特别预算，当初委员在谈特别预算的时候都是 for 西边，band, 所以请金属中心告诉我们西边到底能拿拿了多少钱，因为今天当初工业局局长答应说今年拿的特别预算要辅导四千家。 四千家，结果我们现在听到业界反映情绪是，你们找了一些学校的老师下去做辅导。第二个，也请经济部回答，就是贸协这边，就是我们知道国贸局给的贸协今年特别预算给了十亿，也请告诉我们贸协到底辅导了多少家，辅导了多少家？因为简右新啊，简、呃、大使他的概念，所有西边回归到都是出口。 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叫“影响出口竞争力”。所以，他认为政府的单一窗口应该在冒险，或是国贸局。但是，国贸局目前被矮化掉。所以上次经过市场来谈整个西边的时候，国贸局根本没有派代表参加，他只找了工业局而已。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工业局有个单一窗口。我上次听到环呃环保署也有个单一窗口。 那是不是万万我一个单一窗口？那每个单一窗口，请问商总要找谁？商总又又不归工业局管，所以现在有点政府的单一窗口。就经济部而言，当初讲是经济部的单一窗口应该在你们研发的永续会，结果现在你把就我们等一下也要问，请问工业局做碳盘查交易？ 跟着中小企业出要了要了这个交易费哦，要要要的这些经费，跟金管会要经费也是一样，摊牌来交易，然后跟其他的也也是做同样的东西，所以有没有利于多吃？这个我们委员请经济部回答。啊、呃，我要补充一下、哦、呃，谢谢呃办我办公室的执行长，就是嗯、呃，我听起来就是我要我要我要强调就是说之前在嗯。呃 这个局呃，这个经济部的局长在我办公室亲自跟我说，这个一万两千家的这个从特别预算的企业中，会有三分之一会接受这个辅导。那我要了解是说，这个辅导听起来，产业界有很多的课程一直在上，可是我要的了解是结果论。结果论就是说，这些这个 coaching 这些课程的话，你们有没有把这个查验证照？ 这个量能到底最您扶持的产业多少能得到拿到这个这个这个 C 版这个认证，对不对？十月一号会有多少间？你们这个一万两千间的这个三分之一会有几间？十月一号几间？然后二零二六年年底这个一万两千间里头会有多少间？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然后刚刚我也从产业界听的这个部分呢，也有讲到说这个，我想问这个呃环境部这边啊，呃有提到这个。 每一个产业这个公告系数啊，这个公告系数是呃怎么样？可不可以从下游到上游有没有把这个讲讲清楚哦，那这个是欧盟能不能接受的部分？你们呃是要继续做这个事情，还是还是自己自己创一一个 standard 这个系数，还是说就直接有通用欧盟的？因为我刚刚有个贴一个那个。 亚洲的这些碳交易跟碳排等等，很多的政府就直接，譬如说，就是选上 bear 或 gold standard 的一些认证，不会在自己国家再做一种认证的啦。OK，然后再就是说，譬如说像这个碳碳交易的这个部分的话，呃，嗯、呃，其实从交易所的角度，这个跟以前的台湾的股市上市是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台湾的的碳权。 量是不多的，对不对？全世界只有两个肺嘛，左右肺，一个肺就是 for all the the green the carbon 就是印尼跟巴西，right？所以你这个碳交易所的这个 logic，你的这个 supply 会从哪里来？然后你的 standard 又是要自己的 standard，那所以说这个公告系数的部分呢，我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多少东西是台湾本土要 set 这个 standard，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在？ 然后再来呢，就是从也是从环环境部的部分的话，产业我刚刚有听到，就是这个嗯范畴二的部分哦，这个排放系数哦，然后呢就是这个未来的规划是什么？而且讲的未来规划是那个二零三零到二零五零的部分。OK，那呃这个部分呢，什么时候有有没有预估什么时候可以有个答案出来？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嗯呃也是呃要问说这个。 台湾的边边界税，呃，这个规划是怎么样的？要保护我们的我们的边界。那然后同同时呢，最后就是要讲到那个呃中呃中小企业的。刚刚是那位嗯呃工业总会的也有问的部分，就是说课程好像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很完整的 road map 啊，这是怎么搞的？我听起来这边好像觉得有有政府真的觉得有提供很多的 resources，那民间真觉得。 好像对他们实际上的务实的这个落实的部分是有有有挑战的。那是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清楚的 roadmap 让培训的课程在比较小的公司比较清楚？然后同时有没有这个从从这个嗯比较小型的企业有一个这个示范点的部分啊，而不是只是呃大企业而已。好，以上谢谢。 <noise> 我们就轮流每个部会，就是刚刚照那样顺序，大家我们丢了一些问题来做一些呃，尽量做些发言，好吗？来回回,回应一下业界的这个答案。第一个就从那个 actually 是那个环境部，环境部先，刚刚发言是从环境部先，在经济部，在那个碳交易等这一一连串的，好吗？那这个呃，环境部可以先发言吗？谢谢。 嗯，环境部这边第二次发言哦，呃，关于啊、呃、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说，呃，我们台湾会不会建一些呃产业的产品的系数的问题？那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要建立的话，也要看看我们现在是要提供到哪一个单位去看它的这个范畴是什么。那先要了解他们界定的范畴怎么计算，然后我们再去调查。 data 多了才可以呃有一个大家平均的系数出来。那至少啊、呃，我们现在就是如果因应 C band 这边的话，我们把他们呃要怎么算理解之后，先去呃建立几家，先调查几家啊、哦。那这样有一个呃实际做的呃资讯出来之后，也才能够让更多家依照这样的方法去把它的强度建立出来。 那至于刚刚也有提到说，呃，这个呃 VCS Golden Standard 建立的一些方法学，那我们是不是直接采用啊、呃？在发 Carbon Credit 的时候，嗯，我们现在啊、呃、在气候法里面第二十五条也是有鼓励产业自愿减量，那他们可以依照我们已经公告的方法学提出减量计划。 然后来申请注册，那有实际执行之后才会再发这个 credit。那采用的方法学呢，包括、啊、在联合国承认的 CDM 的方法学呃、啊、我们是有纳入的。那产业那像 VCS Golden Standard 很多的方法学也是跟 CDM 相同的。那我们在台湾呢，如果我们产业有特别的减量的方法，他们也可以呃、啊、来自己建立我们本土的方法学来采用啊。 那再来就是，呃，关于我们台湾的这个 C band 啊，我们自己是不是要有 C band 这样子的制度？那这个前提是我们也对我们台湾的这个产业实施了判定价，我们才能够对进口的产品也采取对应的措施。那呃，这个。 欧盟在实施 C 边的时候，啊、呃，各国都对他们提出很多意见，但也要我们台湾就是看我们后续呃碳定价实施的情况，然后如果我们对特定的产业有的话，才会来衡量啊。谢谢。问个问题哈，请问一下，就是说，呃，金呃工业局委托金属中心做了很多盘查，请问你们蔡处长五月份去欧盟的时候？ 去谈说，到底台湾自己的金属中心或台湾经济部认可那些盘查单位发了查验证，欧盟接不接受？所以会不会到时候全部都是军工中心在做盘查，最后是不能用？所以这个现在业界很关心。我们跟跟罗斯罗茂业者呃，总干事在谈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哎、欸，全部都都金属中心会报到底，可是现在问题是查验，请问一下会不会接受？欧盟会不会接受？” 呃，这个我们经济部标检局这边应该有在研究啊，哈。那因为欧盟它开始先实施的时候，今年的呃十月一号开始过渡时期嘛，那这一段时间到二零二六年以前的这个数据，先不用经过查验。那他们也在说，呃，到底查验的要怎么样承认，呃，会再跟大家讨论。欧盟也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公布。 有有去谈这一块，我了解，因为工业局长答复的情形跟你讲的不一样。这个当时呃，经济部也有派代表一起过去啊，哈，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在跟呃欧盟那边，嗯、呃，也是。 确定他们的做法，因为他们跟大家正式的说的，就是说很多事情还没有确定。那包括他本来这个碳盘呃，这个排放强度怎么算不确定，现在确定了。可是查验要怎么、呃、查认这个呃部分要怎么样互相承认等等的，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那我们会去争取我们国内的查验机构查验的也要被承认，是。 好，谢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经济部嗯第二次发言好吗？那下个字是那个碳交易所，谢谢。刚针对业界的一些疑问啊，委员好哈，呃、哦啊，经济部工业局，我是永续发展组,组组长吴正华，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委员刚才几个提问啊，一个针对那个扶老家属，因为那局长去那一场我没参加了哈。哦 那我我刚才提到数字一万二哈，一万二比较像是工业区里面，我们有就针对我们六十二工业区的厂商加入，大约是一万两千家。我不知道你这一万二怎么冒出，因为中小企有一百三十万家，我们争取以后特别预算是针对所有的中小型制造业来辅导，所以中小型制造业绝对不止一万两千家哈。那所以我们的辅导对象是做所有中小业。啊，你们刚才谈的那个是西贝，西贝影响的是钢铁。 钢制品，这个铝跟铝制品这个行业，这行业其实真正受到影响我、喔、这边呃，我们目前从那个海关这边得到数字哈、喔，真正有呃受呃西边管制，而且输欧盟的厂商哈、喔，包括制造业这个，易商，才三千五百家。哦、喔，这这数，所以这数字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谈的哈、喔。那里面哈、喔，属于那个钢铁扣件哈、喔、相关的哈、喔，大约哈、喔，大约哈、喔，大约两、喔、千家了。那 真正制造业大概只有两百、两百、两百八十家左右，所以我们这两百八十家，我们基础中心应该都会去啊辅导。那据我了解，这个陆续，因为特别预算执行辅导，它其实要三到六个月，那我们其实要花一点时间的，所以你在问我辅导几家，其实每天都不一样。那我们目前哦，我我手上的资料哈，今年哈，我们以、e、后特别预算不好意思哦，因为这动态的资料。 呃，今年已经有呃人培人才培训的时候，我们我们已经今年是目标有八千人次了。那我们目前已经办了四百两二十六班，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六人次啊、呃。那那辅导案的部分，目呃今年是要做一千九啊九百八十二案的。那目前已经进场辅导了一千六百四十六案了。 所以意思说，你的扶持已经超越你的目标了，您超标了我。我刚才讲说，我们的特别预算是针对所有中央就不是只<好>不是针对西北的这些好，那那就那多少是有这个 certification 呢？查查就查验这、啊、这就是另外一个，我们用是做那个只做碳盘查辅导。您刚才关心的是第一个是这要去做啊、呃、第三方的查证这一块，那这个有需要我们才会去做。那这个目前因为还没有嘛，它是。 呃，现在只要做申报，所以他是过渡期只要申报，他只要做查证，没有呃，他只要做盘查，没有盘查以后去申报，没有没有说要做第三方查证，第三方是二零二六年一月以后正式生效还才要做查证，所以刚才那个环保署的先建谈到说，我们现在是争取这个查验证能量能够扩大，因为目前大概啊环、呃、保署好像有十四家左右这个公报查验证机构，那个每个查验证机构能够盘查的产业对象还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希望。 而有我们很多业者跟我们反映，希望是争取这个查验机构能量的扩大。那这部分我们也持续啊、呃、在努力中了。应该是说这个嗯、呃，那个我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一千八百家目前的辅导到底有几家？哎、欸，这个跟委员报告，这个目前我们统计哈、哦，啊、呃，金属制品相关的业者，我们有辅导，辅导大概五百八十几家，哎、欸，但是因为他入。 它它完成度不一样，四,四分之一啦，哎、欸，差不多差不多。嗯、但是因为一起你刚才讲一千八百家里很多它并不是制造业。我是讲罗斯，那应该是罗斯罗贸易有一千八百家啦。没有真正制造业大概只有两百八十几家。你刚才谈了有一千八百家，里面有很多是出口商，那也不是不是工业局的范范围。<Okay. S 1> 但是我们一样会在说明会一并会邀请这些出口商来参加我们针对申报的一些说明会，但实际进场辅导就不会针对贸易商去做进场辅导。嗯哼。 对，是这样状况。对啊，这是我们的。所以就是散。所以经济部没有改。哈是，这是工业局的。所，所以我们目前跟沟。 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目前其实经济部工业局、贸易局、中汽组都有在推动这个 e O，特别议都在执行相关工作了。其实应该是分头并进。那我们主要总集成是我们研发会会在啊、呃、在上面统合我们相关工作了。目前状况是这样子。那我们工业局，我刚才有报告，我们楼下竞争力发展中心，只要制造业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那以上简单说明了。 哎，这经费不好意思，我我先，这是不是请金属中心来说明比较比较直接？嗯、我们我们下一我们不是啊，我们是下一位是讲这个，这样，先找碳碳交易所这边好不好？先是，然后再金属中心，谢谢。是委员好，那跟委员报告有关，刚刚委员说到的这个世界两个肺，印尼跟那个巴西的问题，那可能主要是。 其实碳权它的种类，国际碳的种类其实是很广了、啊、哈、哦。那像这个呃，一般大家认知的这种印尼啊，或者是巴西，这个叫属于这个叫森林这种叫自然碳汇的部分，就是 n a t u r e base 的，那也是目前呢是新加坡他们 C I X 他们主要他们针对这个这一类的碳权在贩卖。那 其实呢，这个探权的种类呢，其实很多啦。啊。它有包含现在其实比较夯的，因为自然碳汇的部分最近也有一些新闻出来嘛。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比较夯的应该是像比如说 t a k e removal 的案子哈、啊，科技移除的案子哈、啊。比如说呃，有一些这个在制造的过程中，它把二氧化碳 capture 下来，像是 Tesla 它的它今年的 earnings 十、呃、十分之一都是从这个。 是是是，我也非常了解。你刚刚讲这部分嘛？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呃，属于这个国际探权呃认证机构上 v e r a Gold Standard 这些，他们其实发展的方法学非常多，大概两百多个。所以这个部分呃，其实呃范围很广。那我们以后呢，在引进的时候呢，也会呃特别注意到目前大家关切的这个问题。嘿，以上。 好，谢谢。那这个金属中心，麻烦刚刚我们办公室的疑问听您做回答，谢谢。无缘跟呃在座的各位先进哦，这个。 我尽力回答了哈，因为我今天才上的第三十五天哦，所以大概这些的内容，我没事，我们待会会有你，我们有您的照片跟你的名片，啊、我们可以再跟您发了 <laughs>，no problem。所以我尽力来回答。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呃西边的这些碳盘查的部分，呃，金属中心大概就承接了五百二十一个案子哈、呃。那目前我们已经执行的大概是三百四十六个案子，那跟这个。 就是西边跟这些相关的啦，它并不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领域。那金融中心大概承接政府的这一些的工作，哈、哦，大概是在一亿出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哈、啊，这做个做简单的这样的说明。嘿这么短，不短，发言。<laughs> 刚刚的问题是这大概就这一个的领域，那有没有大概我我做这样简要的回答？好好好。好 呃，那位先生一直关心说：“哎、欸欸，有制造业，有贸易商啊。那制造业有人去教他探盘，产的贸易商怎么办？其实贸易商不用做啊。各位没想过，贸易商就叫制造业提供资料就可以了。所以不好意思，我补充。没没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请这个业界，嗯、到时候如果的话，我建议说，这个第一轮的这个产业界这边的话，有没有人要在？待会儿要,要发言？” 我们也可以到时候可以再问，好吧好？先先把刚刚那一轮的先，我们先把这政府单位这边再做一个一答复再好。那那个呃，公员公员院呢，有没有再补充？哎、欸，公员主所还是在研发，因为业者有个。 很多先进技术的需求还是要透过研发，那我们主要还是以研发，呃，预算主要还是做研发。我们辅导的预预算相对是比较少，可是如果很多的业界如果需要比较那个特殊要需要技术资源，我们工会会全力去支援。以上做这样的补充。那这个工经中经院的这个绿金中心呢？ 好，那你觉得不需要再补充的话，那没关系啊、呃。好，那嗯，稍等一下，呃，对外贸易协会有需要再补充吗？谢谢。感谢委员对特别预算的提问哈。那特别预算三年，呃，在冒冒险执行的部分，包括智慧化以及低碳化。 那分别是三亿、四亿、四亿。那今年是三亿。那服务的对象呢？呃，整体的智慧化跟低碳化呢，是总共五千两百二十五家的企业。那其中呢，关于这个呃，有其中还包括这个食品的海外拓销哈、哦，减掉五百七十五家。那假如我们针对呃这个低碳的部分呢，是包括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呢，它的产业涵盖就很广，其中四成是食品业者，然后除了呃这个食品业者，呃这个很多产业哈、哦，包括文具，呃包括钢铁，包括呃这个乐器都有哈、哦。那呃这个部分呢，总共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呢，是一对一的咨询，还有工作坊的部分呢，至少要达到四百家。 那这个应该可以达成，然后呢，呃，深度的辅导呢，刚刚那个曾副组长提到的七十五家，可是因为呢需求很多，所以呢冒险持续的开放，那目前有达到九十家进来，那这个执行的方式呢，是由专业的设计公司来协助，然后呢，我们在其中期末呢都有审查。 那其目前正在积极的进行其中审查，审查呢，包括专业的这个教授的，呃，还有专业的这个呃业者呢进来，还有业者本身当评审之外，那呃这个低碳包装呢，除了呃这个设计之外呢，它叫出口产品低碳包装设计专案哈。那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以前我们的业者。 在包装的材质、很多用的年纪印刷，还有它的安全性呢，其实都没有那么周到。更重要的是，现在因为欧盟的要求，那我举例一个食品业者好了，他去呃法国参加食品展，他的业者就对他呃这个产品很有兴趣，可是呢，他要求要符合低碳。 那他原来的这个水饺的产品是用塑胶的那个 PC 的这个一个一个放，那根据这个包装改善之后呢，整个识别体系还有所用的包材印刷呢都减少，更重要的是整体的外装的包装呢，呃，现在因为物流智慧化的关系，所以资讯的揭露也非常重要。那我举刚刚那食品业者呢，他接下来要去参加西班牙的食品展，所以我们会赶在这之前。 他就完成这整个包装设计。那我再提另外一个乐器，他是做，呃，某某电子钢琴，台湾第一家。那他现在做的是萨斯风的产品。那那个萨斯风的产品，它主要销到日本，它的主要竞争只有一家日本的企业。那他整个包装改善之后呢，他预估呢，它的出口可以增加，一年可以增加一百二十万美元。那几乎每一家呃来申请的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呢。 他们的产品呢，都有目标市场，针对目标市场的减碳要求、哦，还有自己主动的改善，然后来去做这个低碳，呃，这个包装设计改善案。那呃，委员所关心的执行率，到目前呢，申请的加速呢，深度辅导的部分，譬如刚刚那四百家不算，那深度辅导是九十家，那总共是有一千五百家整个计划。那目前达成率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报告。 主导以后到底多少是有这个 certification？哦、啊，它是他<言>呃，冒险，最主要是、哦、呃，协助去拓销海外市场。哦、那根据他的市场的要求，那去做这个整个、嗯、<哼>包括那个粘着啦，嗯、<哼>还有整个容器我的材质的改善。我嗯、对我，我好奇是说，应该 maybe 今天开完会之后，我们应该做个 industry 的 survey <laughs>。 然后就看说，因为我听起来两边哦，government 觉得有提出很多的这个 training 跟 resources，可是 industry 真的没有赶，而且那个那个落差还是我觉得蛮大的。然后，嗯，而且没有一个 one size fits all，就是小型的企业、大型的企业，或是制造业，或是螺丝螺帽等等的，每个需求不同。说不定今今天会议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个 survey，然后再，嗯。 对啊，后后后半段看看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怎么样，呃，更落实给民间，觉得有感，然后再就是，呀，可能从呃整合的部分那个窗口，我们需要再再可能要再重新思考一下。OK 那刚刚嗯还有这个嗯、呃、其他的这个呃，我看看我、哦、那个顺序上面好。 那,那时候我顺便补充说一下，吴委员是最关心第一个关心西边的，来找了我们特别找了罗明才罗源，还有钟嘉宾、钟委员，他对业界也非常熟悉。委员办公室为了了解西边，特别委员出钱送我去上啊 BSI 一四零六四 Dash One，还有 Dash Two。所以为什么对环保署有点意、有点想法的？你的国际标准你现在是用 AR Four。 我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可是现在 BSI 认为是 AR 六，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东西就就标准没有办法接轨国际。第二个部分，我是自己去上了贸易局的工作坊，一四零六七，我可以跟告诉各位在座参啊与、呃、会参加的都不是你们想象的业者，而是所有的顾问公司。 大家都看着这个商机，所以现在我想商总也好，商商很好，很多太多包包括罗斯罗马工会也也好，有人找他们都说我是顾问公司，我可以辅导，结果都是拿政府的钱，然后别人说底下去去去去,去做培训，所以你们的业绩是在到底是在培训那些辅导公司的商机，还是真正有用到需求者？啊，我想这个东西因为今年度还有预算嘛。 那我们会、哦、会特别看这部分<嘿>各部位预算，所以我们刚才委员的意思说，你你们是不是真的？我知道中呃台金业有拿到国贸局的计划去问贸易商，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我想中经业刚才没回答，中金也拿了很多计划，我们知道。不好意思，我也要呃请问一下这个研发会这边，嗯，就是你们这边说有这个单一窗口，那你这个单一窗口是？ 呃，uh, 统合工业局、贸易局、中小企业处，在这目前这个 C 版冲击的一千八百斤的螺丝螺帽，这个到底辅导几家？那什么时候要完成？麻烦，谢谢。不好意思，呃，uh, 我是经济部研发会，那想请问一下委员的问题是关于对螺丝螺帽的辅导。 这件事情嘛，如果是这个部分，嗯，可能还是要回到，如对业者的实际执行辅导的业务，可能会是我们工业局在执行。那，呃，呃，其实其实可能先说明一下啦，我们呃目前各位业。 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很多个窗口，但事实上，我们每个行业要辅导的特性其实是不大一样。那其实我们，比如说工业局，它的辅导对象，其实他跟业者长期的联系往来，其实会找不到人。其实大家平常也都有一些业务往来，呃，再加上每个行业别的特质不一样。那比如说刚刚会提到的商总，那商业服务业跟制造业的差异可能会更大。那其实，我想，我想商总应该也不至于会找不到经济部的窗口。 应该也是在商业司这边。那呃，应,应该、那个、对应该平常联系也是蛮紧密的，应该都不至于会找不到窗口。因为就我所知，我们平常的辅导或是跟商总或是跟各个工业，其实有很多的合作。那包括我们工业局的辅导，一大一小，其实也都是透过工协会来帮忙。其实都是公司协力啊，申请政府的力量，我想应该。 这个辅导的力量可能没办法真的达到每一家，那都是要靠跟工会的合作来执行。那刚刚委员如果呃关切的就是，呃，他们在执目前在执行的一千多家已经执行的成效，那我是不是还是可以麻烦看我们公务局这边目前手上有没有数据，可以先跟委员这边做个说明，是这个部分吗？罗斯罗吗？ 我也、啊、好哈、哦，你、欸、刚才我这个议题，我刚才好像有回答过了哦，就是这个一千八百多家，它是就是受到西贝影响的啊钢铁、构、呃、建相关产业嘛，那里面就有呃制造商跟贸、呃、易商都含在里面啊。真正制造商我刚才回答大概两百八十几家哈、哦，那我们现在这些两百八十几家都在我们的辅导范围。我们现在做做法就是，因为他九月份不是。 我刚才有回答，就是说我们他要办那个研讨会，线上研讨会怎么去申报嘛？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安排了总指人员要去上课。那九月份这个课上完以后，了解他怎么申报以后，我们就会安排了这个说明会，邀请所有这些两百多家业者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啊，甚至包含贸易商，我们也欢迎他来参加，一家一家教他怎么样去申报。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您谈到那个碳盘查辅导，因为辅导是自愿性的，我们有。 收大概每一家收四万块的呃那个自自筹款嘛，那业者有意愿就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刚才讲，我有我们有单一窗口，只要他来找我，我们就會去辅导。那我们也把这个资讯都传呃,呃透过工会转达给所有业者，欢迎所有业者来申请我们的辅导。那只只要业者提需求，我们就会马上去辅导，这个都没有问题。那我我我了解，刚才有回报，就是说钢铁相关，我没有详细把它统计到扣件的钢铁。 啊、呃，相关这个钢制品的工会相关的会员大概有五百五百多家，都在已经完已经参与了我们这个辅导。那你现在精准问到是扣件我，我就我再要花时间回去统计了。那以上简单报告，嘿。好，谢谢。那有没有业界的还要趁这时候再做一轮的发言？没有、啊。好，那有有好，请好，请。好請 感谢委员哦，那我们这边是代表工商协进会想，想第二次询问，就是有关于刚刚所提到的欧盟西边的碳含量的这一件事情啊，它不同于一四零六四之一的组织型碳盘查，也不同于 ISO 一四零六七的产品单位碳足迹，因为产品单位碳足迹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周期的。那这个西边的，它其实以各各阶各阶的产业别，它只是从 它的原物料到它的大门，也就是以我们钢铁炼钢冶炼而言，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原物料，然后在我们的制成到我们的大门要运输之前的这个内容，就算我们的盘圆的一吨盘圆的单位碳含量是多少。那到下游的螺丝、螺帽业或扣件业者，他们经过他们的加工，他们用了多少电，然后多少的燃料。 再加上他们的单位碳含量，去算出来的结果哦，成为罗斯螺帽，他们的单位碳含量是多少？那这个数字呢，在经由出口商他在出口到欧盟，就进口到欧盟的时候去做申报。所以呢，现在有一些重点其实是出口业者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他们要申报什么东西？那再来就是各阶段的业者他们到底要提供什么东西？以目前来说，像我们到底是要提供什么资料给下游的业者？我们是要做。 一四零六七的碳足迹把范畴二拿掉，把那个 scope three 到 scope six 的那些拿掉，只拿 scope one 的给他呢？还是我们是把一四零六四的组织型拿出来，然后自己用？因为现在还没经过查证，我们是自己用这个组织型的去除上我们的总产量得到的这个粗略的数字给他，还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分配得到的数值给他？ 这个其实我们目前也不太知道，那下游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给我们拿什么东西。目前他们也是说，啊要碳盘查、碳足迹，但这个我们其实都有做，只是我们做了之后，我们的资料要怎么调整之后成为欧盟要的给他。那这个都是在二零二三到二零二六之间。那二零二六之后，正如刚刚大家政府机关也都知道，现在欧盟其实也还没说查验证到底是谁可以做，谁有资格做，目前也都不知道。但这个我觉得是很。 恳求政府能够持续的追踪这件事情啊，或者是台湾有没有目前的这十几家的查验证机构，能不能去取得欧盟的认证的游戏规则？那我们也在二零二六年开始之后，经过这些查验证机构第三方查证之后的数值呢，就报给欧盟，他们是可以接受的，或甚至是像现在环保署现在也有跟我们公司在联系，在做这个。 国家的公告系数这件事情，目前因为在推动中啦、啊，只是最后推出来的结果不知道欧盟接不接受。那以台湾要做一个产业别的，如果是炼钢业的产品，像我们的谭云要做出来，那是不是就要把台湾的所有业者的数字全部都弄到之后，然后取一个平均值？那这个就是现在就看环保署他们能不能够去取得所有我们同业之间的数字，因为这个。 数值对每个同业来说，其实它都是自己的机密啊，因为它会牵扯到我们的使用原物料有多少，使用的电力有多少，同业之间就可以回推说啊，那它的生产成本大概有多少。所以这个我们也很强烈建议，如果政府要算这个公告值的话，跟每一家业者拿资料的时候呢，要对每一家业者的数据做保密，能够弄出来的数值是只有最后的结果，那让我们每一家业者能够。 更有信心的跟政府配合这一件事情。那以上的意见，谢谢。这边好像讨论蛮热络的，有没有人要稍微 feedback 一下，回馈一下？ 谢些风星钢铁给我们的意见哦，就是说现在欧盟呢那边 C 盘呢这个申报的资料要怎么填？它现在就是有模板嘛。那刚刚我们经济部工业局也说，它最近啊、哦、九月底到十月初之间会有开一些呃说明的指导的会议，那我们会有种子去参加。那嗯，碳盘查到底要怎么算？就是说再怎么算，最完整的范畴只有一种。那只是说欧盟它是就其中的哪个部分。 要填，那就是它有自己的规定哦，那讲到这个，它欧盟呢管的这个温室气体呢，嗯，大致就是 CO2。那像铝的产品呢，就还要管全氟化物。那肥料的话，还要管 N2O，它就管这三种。可是我们如果 ISO 一四零六四的组织型的盘查呢，是七种的温室气体都要盘查哦。那讲到这个 GWP GWP 值呢，是用哪一版呢？ 像欧盟，它是用 AR Five，也不一定就是跟 ISO 会一致，呃，每一个制度有它自己的规定。那 Anyway，我们要面对 c b a n 这件事情，看欧盟怎么规定，我们就是把它了解清楚，来帮助我们国内的产业可以完成申报的这个工作，哈，在过渡期的这段时间。谢谢。就是九月十五号的时候，那个那个模板会出来是吗？ 九月十五号到十月五号，嗯，好。刚刚这样子，您要不要再 <laughs>？对，干脆两位都请在左右边站，来来聊天比较快。对啊，真的真的麻烦，好不好？一起来，他 yes please。感谢那个。 环环境部的我的长官哦，就是那个模板，其实我们公司已经开始在填了，就是我们也有拿到那个模板。那现在我们是以我们公司来说，其实应该是啊，应该说以上有的炼钢业者，其实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有在做盘查。那欧盟的那个模板，我们其实看起来它是比盘查来来说，它填的资料比较少，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我们的合金原物料啊。 欧盟的那个模板所要填的东西比一四零六四的盘的内容还要少一些，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是没什么问题。只是我想了解是下游的业者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的要做的内容啊？我们目前是这个模板填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给他嘛。那二零二六年之后，我们一样这个模板的东西填出来之后，我们要找现在的这十几家，他们有没有能力去做？ 欧盟它认证的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希望政府能够协助他们呐、啊，一起去去弄到这件事情啊。那像刚刚所另外提到那个，我们要做国家公告系数的这个，就是各个产业别之间自己的资料，就是我们提供给署，就在请署可以保留，然后并且对其他家业者都保留这样。以上，谢谢。 阿刘，感谢我。你有接受他讲的这个吗？你可觉得那个下游的部分的的了解，这叫赏清。在 E E C b a 变这件事情上面啊、哦，我们有不会有做一些分工？就是环保署呃，环境部这边，我们辅导上游和中游的这些产业的产品，然后它可以提供下游的呃产业要计算的时候使用。那我们。 嗯，现在就是说，下游要算的时候呢，他会跟他的呃供应商要资料。那我们呃帮上面呃上游的供应商呃完成计算之后，他的客户跟他要就可以提供。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哎，开始挖矿的这个商业总会加这个。 主呃呃主任家咪来讲话，恁还是专你有什么要要问的不，要要讲一下好不好？请、啊、请请、啊。啊、呃，不好意思，其实我的意见其实跟我们刚刚的这个同业的一个先进其实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像我们在出口，我们如果要出口的时候，我跟人我知道我跟要我我跟我的上游要东西。 那但是，我上游不知道他要给我的是什么。他刚讲的是，他不知道他要给到哪一段给他的下游。那就算我今天我跟我的上面要，上面说啊，上面给我的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去做验证，会不会导致我到时候在出口的时候填的东西会出问题？对啊，今天我可能算到这一段为止，他提供他不知道他要提供的是一到三还是一到六，减掉二跟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那我跟我上游要的右腿是什么东西？那这个部分的一个相对的这个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或是什么样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提供给我们，那让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就比较完整或者比较一致性这样的一个方式。好，谢谢。谢谢。那今天这样子还有还有人要发言吗？ 我们是有半个小时时间，but 看看今天。那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呃，碳盘查这个能不能做这个有没有这个 privacy 这个隐私的部分？因为产业毕竟有一些竞争，也怕呃被之前知道这些讯息。那政府单位这边有办法把这些资料？ 做保密嘛，然后变成一个这個、一个这个 overall 的一个整体数字嘛，这个部分会是要谁负责呢？好，谢谢。嗯，好。好，多谢，拍谁？欧洲跟可能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欧欧盟这个西边管制的这个六项哦、喔，水泥、肥料、电力、钢铁、铝，还有还有氢气啊，这个六项产品哦、喔，它大部分都是要呃。 去申报产品的直接碳排放，那有一些哦，包括呃水泥啦或者肥料，它有一些要也要统计间接排放。那有一些甚至啊，针对它的投入原料还有下游产品也要列管去排放。那哦，以钢以钢制品扣件来讲，它上游就是盘圆。那盘圆这个东西的排放量，它要叫你申报，并按纳入这个扣件的申报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扣件的叶子就要跟盘圆的叶子要扣盘圆的碳排放量，这个中间产品。 排放量是这个问这个议题，那这个中间排放量涉及到产业竞争力，所以业者，这者业者的意思是说，如果啊，因为现在欧盟自己有自己的盘源的太排放系数，那台湾業,业者台湾业者台盘源的太排放系数，那如果把这些秘密公告出去，业者认为涉及他的商业机密，他不愿意出把它公告出去。但是，我、呃、我们部里或者是环保署目前规划是希望。 跟欧盟来谈判，争取这个排放系数。如果说我的排放系数比欧盟的好一点，那我能不能争取用比较低的排放系数？到时候我缴的碳关税就少一点啊。所以希望有一个台湾的值啊，这个概念啊，啊但这个还在内部讨论中，并没有说啊呃,呃，一定要因为算出来对我有利，我就应该这样讲。如果欧盟的排放系数算出来我要缴的钱高的话，我当然就不用欧盟，我用我自己的啊。如果欧盟算的 台湾系数比我的低，我就用他的，那对我业者的竞争力才有帮助啊，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刚才风兴在谈说，他们不太愿意把这个资料出去，就算是提供到政府的平台里面，他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保密，大概是这样。以上补充。我听起来好像是政府，他们算是一个 aggregate，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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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line 的数字嘛？那您觉得这样子，您是可以目前是这样子的吗？委员报告，这是环保署經、经济部我们。 整个一起讨论，目前在规划的这个东西要去做，要去争取跟欧盟协调的，还还在协调东当中了。欧盟能，欧盟是不是能够接受说我们国家提的一个这个盘源的这个排放系数，他就能够接受？还这个也要透过跨国的协商，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然后、well, i think 欧盟这个 C band 的这个政策，依我了解，他们最怕就是所谓的 carbon leakage，就是。 所以它才就是说变成是你不会变成呃，为了进去欧盟市场，你其他的地方就有这个外外泄的这个部分，半泄漏，半、欸、泄漏的部分。所以它的这个设计也是也是以这样的考量为主的。對對對是啊，但是因为产业竞争力不同，每一个产品或者每一个中间产品。 啊，因为你每个每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力有落差，那我在我这样的制成产出的这个盘源，或者是我的构建，到底排多少碳？这件事情，我说我我我我是业者的话，我当然是如果我的排碳比国际标准或者欧盟的标准低，我就用我自己去报，那我就不用缴那么多关税嘛。啊，如果说我我的排放比较高，它有公告系数，像欧盟它有公告的排放系我就用它的，对它也比较有利、啊、这个就是业者他会在。 实际上，在产业竞争的时候会去考虑上考虑这一点，那是不是这样？我就简单补充。好，多谢，谢谢。嗯，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今天会议大概可以做个的结论了，那就是嗯，首先非常感谢嗯政府单位跟这个企业这部分，在台风周大家都有呃，然后同时在。 接近选举的期间啊、哦，都、就是很多事情都变成很政治化。这时候都还愿意进来立院来做这个讨论，尤其尤其现在又是休院的期间啊、哦。那其实，嗯，那也很高兴，就是执政党的中委员。然后其实其实这对产业或是说对这个绿色议题感关心的委员呢，嗯。 他们都有被告知，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整理成一个一个会议呃记录。那嗯，我相信就是说，当然这个回归另外一个，今我觉得今天反而更重要是 What's left unsaid，就是没有谈到的地方哦，比如说就是台电啊、哦、能源的这个到底够不够呃竞争，然后同时一些呃台湾的更广泛的这个竞争力，因为毕竟。 呃，韩国、日本、中国，他们各自都有呃一些配套措施来应对，让产业能嗯呃的冲击不会这么大。那这些的这个嗯这个 support 跟 subsidy 啊、呃、是怎么样能在做？我觉得这也是呃值得呃讨论的、哦。呃之后那。 当然，就是我希望是说，在在座两边能距离能拉更近。那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不是 one size fits all，嗯，每个人的痛点会不一样。那我还是个人就是嗯，主张就是这个呃，碳税、整并货物税跟印花税这样子，其实比这个呃碳费更能够接轨这个 C 版的部分。嗯，那刚好，当然，我觉得当然听起来就是说主要的这个呃。 呃，规划还是在环境部嘛？那当然，呃，那环境部这边话，其实刚好是在我的这个本委，就是我这在未环委员会，所以我的办公室呢，嗯、呃，在这个会期也会，呃，在预算的部分的时候会，呃，跟公部门这边在了解，就是这预算的部分是否，呃，竟然有政府的，呃的这个预算，是不是能花在。 业界业者比较需要，那我也持续跟业者这边在沟通，来了解一下。那我就那我就今天可以会议就是提早二十分钟、二十五分钟结束。那大家可以就是交换一下名片，留下几分钟来。我相信这个呃这个问题嗯、呃、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那是希望只是说感谢大家呃愿意来立院来帮业界发声，然后也帮政府这边来。 跟分享说，我们在这边一起的努力，所以谢谢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